各位成员，我们是成员吗？我们还配当成员？各位成员，虽然你们已经被淘汰，但是你们并没有真正离开这场竞赛。接下来，你们仍然有机会通过完成任务来获得一项至关重要的特权。特权？复活？复活？不会吧？回去啊！我不想再回到那里了。就把你复活不要，我不想回去。我愿意在小木屋里一直待着。再次提醒一下你们各位，你们目前也并不能100%确认彼此的身份，所以接下来的任务是你们四个人之间的个人战。只有任务获胜的成员才能得到这个特权。哦。我们这项任务是救救我呀。救救我呀。救救我呀！挑战者双手背在身后，站在独木桥上，用膝盖夹起垫子上的鸭子，起身并将鸭子带到独木桥后侧，即为成功。最终完成难度最高的人获胜。跟腱很重要，它是越高越难是吗？越矮越难。你觉得难吗，晨哥？确实有点难。哎，这么美丽的环境，咱们就不能玩一些轻松的游戏吗？感觉这游戏结束之后，我得去找个喜临门床垫躺躺，好好放松一下，享受一下森林的这种负氧离子什么的，对不对？我要去躺喜临门了，恢复恢复体力。深度好睡眠，自在天地间。现在不行，现在不行，得玩游戏。稍后录完这趴之后，可以给你找一张床，给你搬过来。这下边就是。就是喜临门，一会儿你就躺这上面就行。好，好，好，跟我丫躺在一起。我先来吧，好不好？你先来吧，你腿长，给你调一下，位置稍微调一调，隔高低比较有更大的关系。我救救我丫。站都站不完，上都上不去了。你是跳舞的，这干啥呢？哎，这膝盖能碰到那儿吗？啊，怎么碰啊？膝盖都碰不着那儿啊！这么难，我估计我也不行，可能。他好像是要远一点。太难了。我再试一下，我再试。先蹲下，我挺好蹲的，然后再夹。怎么了？加油加油！拿脚尖不是脚后跟，我脚尖我也够的，没那么脚下不去。哎，可以啊，可以，屁股坐在地上才行。夹呀。这块肌肉平时是练不到啊，确实。核心收，坐起来的核心收收，起不来了哈。嗯，给你剪了一片啊。可以，先蹲下。对。你怎么感觉蹲不下去啊？蹲下去了呀，然后呢？不能脚掌，脚尖，脚尖。你这小腿好长啊。对呀。算了，别动。嗯，再来一次，我觉得有点真费劲儿。是什么问题呢？我觉得是跟腱有点长，你的跟腱长还不好了，恰，不行了，不行啊，分开根本下不去啊。你那么想赢吗？我是好人，我为什么不想赢啊？蒋龙也是好人啊，陈哥也是好人啊，我也是好人啊，咱不就是要挑战自己吗？凯哥不像挑战自己的人，我觉得有点，你是懒虫的头子。哎呀，等真相大白你们就知道了。垫回来一个，不就是要挑战自己吗？要不把那片也垫回来吧。好。住手。对不起，我牙也不行，这根本坐不住，骨骼的问题。
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骨骼方面的一些弊端。我试试，我试试，这这么难吗？都坐下了都，然后呢？然后站起来，可以核心核心站起来。救救我呀！这可以，这算了，这算，这算核心吗？太合了，好厉害，太硬核了，好难啊！哎，好像这样蹲下就好了。你先蹲，你再试试。蹲下去感觉分不开了。你说你这红袜子不投你投谁？这真掉色，你看他的这都容易染色。我们都容易出这事儿。悠黑，悠悠，有戏。哦哦哦，对。使劲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找窍门了，找窍门了。我比陈哥少一个，少一个我赢。啊，少一个你赢了，对啊，少一薄的，对，少一薄的。我给鸭子录个音。哦哦哦！哎哎啊！哎哎啊！有有有！哎，可以，比我少一片，是比你少一片，再试一下吗，陈哥？行，我再挑战一把，给你拿掉来，拿掉两个，拿掉一个就行了。对，这样就比蒋龙多了，来吧，加油！哦，可以。我这核心可以起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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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太厉害了吧 ！Big Power King on legs， 来吧，蒋龙，挑战一下吧。我有必要吗？那就看你俩互相信不信任了。我信任，那我就挑战一下。看卷起来了吧，哦哦哦哦哦哦哦，哎呦哎呦，真是有点轻松了，感觉还要来吗？我不相信他。你不相信那就来呗，我现在已经无敌了，我还能再撤仨还能玩。你是说给我听的？这还刚下来了，这小倔劲儿了，上来了，哎，三片，那还得去一个。哦，比你少一片哈，好。哇，可以。这怎么做到的？继续。这胜负欲我都上来了，我现在已经比那个低了，搭了个大的，你换俩小的。对，不用换，不用换。不换吗？别换别换，人家刚才就这气势。行行行，主要不是都没面子。你牛你牛。哦，平时有练脚尖儿，以前练拉丁的。哎呦嘿呀，哎呦嘿，刚上了哥，这个真不行了。我还能继续哥，你又给我放话了。真的真的是真的，好玩了啊。今天我要不拿一片小的，拿片小的是不是很好看？很好看，像看亚运会，被体育精神感动了。这个太难了，这个太难了。嗯。
啊，你真的已经做了这么久。那个真的要靠腿，那个真的要靠腿，要不你这个。我这纯靠力量。对。哇，这可以。这可以。力量和核心。意外，哎呦喂！要直接让你死心，直接让你死心。行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死心，差不多了。行，那我再试试站起来。你这种不言败的精神，我这个。经过大家的挑战，极限最高的人是蒋龙，所以恭喜你在这项任务当中胜出。那么现在就请你来领取特权卡。哦。恭喜你获得会员置换权。哦，恭喜你获得会员置换权，能够向未来选择一位与淘汰组合换。淘汰组，你看，哦，我觉得有一位在这儿，他是肯定不行了，我觉得他不行哈，就让成哥回去吧。我回去，但是你要回去了，他们下一轮还把你投出来，我觉得不至于。但我会换，谁投我谁不就是坏人吗？对呀、啊。所以我就更好的让证明坏人就出来了呀。那又怎么样呢？他还是把你投出来呀，无所谓、啊、坏人还是在场上。没事，我现在更明显，一个坏人已经在这里了。哦，你看片子吧。哎呀，你倒是话别说得太满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告诉大家，大轮回了。接下来你们几位将重返山水基地，在基地会议中心里完成你们这些淘汰狼们的经验返场。哦，换衣服吗？不换。那如何经验呢？就这事儿够经验的了。稍后你们将可以在所有人面前进行这一个重要的选择、哦、并共同见证这一选择的结果，准备重新登场吧。我觉得我们回去也别主持什么大局，给大家带来一个惊喜就行了。哈哈，又坐这车了，这回车上的